近年主力在内地发展的吴千语因为疫情关系被迫全面停工，早前就被人拍到和八亿富三代男友施伯雄在公园散步，之后还去了做义工送物资上门给独居的公公婆婆。而这日三八妇女节，千语就在社交平台铺了度假相，当中还有不少性感泳装照。有传这次千语是和男友一起去旅行，难怪相入面的千语就算是素颜都笑得那么甜啦。有传千语和男友现在感情稳定，已经有结婚的打算，但是因为疫情关系所有工作都要延后开工，所以就未可以成事，那就希望很快可以听到千语的好消息啦。